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《风泽产品 GPS》，我系导航员铜锣湾嘅 AC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导航喺呢个百慕达嘅蒸汽烤面包机。呢部蒸汽烤面包机经典简约嘅镬掌外形设计，新机型咧进一步改良咗温度控制。依家就等我教大家点用啦。打开烤箱门摆面包啦，烤架同埋加热管距离咧就大概7 cm。如果加熱管太近咧，就會烤窿噶啦。所以麵包高度喺 5.5 cm 以內咧，就係最佳嘅狀態啦。之後咧，就可以喺個麵包機上方咧，這個注水口咧，用依個專用量杯加水。留意翻經典模式係唔需要加水嘅，直接使用就得噶。呢度就係電源開關掣。而喺左手邊可以揀翻5種嘅內建模式，分別係多士、芝士多士、法國麵包同埋牛角包。最後仲有經典模式。呢個多士同埋芝士多士模式特點咧，就可以將麵包表面咧焗到焦黃；法國麵包模式就可以充分控制水力同火力，而呢個牛角包模式咧就避免到其他一般烤箱咧容易焗到焦黑嘅問題。最後呢個經典模式咧可以用喺任何嘅料理啦，你可以將温度設置喺170度、200度同埋250度。轉動呢個右邊時間掣咧，指示燈咧就會著起噶啦。今集風澤產品 GPS 咧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咗喺個百慕達嘅蒸汽烤麵包機。有興趣知道多啲嘅朋友咧，可以上翻風澤網店，同埋記得 download 翻風澤手機 app。當然啦，都要去門市揾同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